校城，对对对，是学校城。滚地球出现在二垒方向，二垒手，我接的也是有点踉跄，不过起身再传还来得及，因为这个来球也很快，考验一下岳东华没有问题。内角还是被他圈掉了，出现了这场比赛第一次的四坏球保送，李凯威今天前面三次进攻，两次上垒，想要盗垒等等。李凯威本季有十二次盗垒成功，这一球打得不错，在中间方向的平飞球落地形成安打。这个时候李凯威很快继续往三垒来做挺进，安全的上到了三垒，球速还是投手领先。这球滚地球出现，二垒手接球传腰击啊，传歪，传球失误，分数回来，没有抓到任何的出局数。哇哦，这个少见啊！哇哦，这个时候岳东华传球传歪，发生一个传球失误，让魏全龙现在分数开张1-0。滚地球再出现，游击手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。这一次的双杀有完成，6-4-3的 double play。不过呢，魏全龙在这个半局啊，靠着保送安打，还有二垒手传球失误的一个情形之下呢，率先攻杀了分数1-0。